今天真的，完全没有想到。然后其实老实说，前面还开始还有一点心情不好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次入围的作品，《台湾犯罪故事》，然后我们入围了12项，然后前面，共估，然后甚至说我自己还开始偷偷的有点沮丧，有一点低潮的感觉，对，就真的是在台上讲的那样。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，然后。体育上可以遇到这么多，给我机会，不管是帮助我的人，或是团队，或是单位，然后还有包含所有的记者、媒体朋友们，还有观众朋友，然后连摄影大哥都还跟我做人身攻击。没有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对，就是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，然后我真的没有。什么要多说的，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跟大家一起，然后我们做戏的人会提供更好的作品，然后继续服务大家，然后大家一起继续变得更好，然后一起进步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恭喜薛志玲。哇，怎么还是这么可怕、啊？没事没事。Bye.